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最近因为北方四岛的问题，使得日本小动作频繁。一直以来，日本厚脸皮的功底还从未消退。最近针对四岛归属的舆论，也是在日本境内传的是流言蜚语。当然，针对日本的举动，无疑是向俄方发起挑衅。据了解，最近美国媒体曝出，日本拥有研发核武的原材料，并美国专家坦言称，顷刻间造出核武，日本已经不在话下了。虽然这个消息不知道是否属实，但是有一点可以清楚，就是日本想要夺岛制之心从未间断。最近不忍其烦的俄罗斯总统终于下令，将派遣20000大军进入北方四岛，并在四岛上部署 S-400 防御系统，数架战机护航。针对岛防问题，普京表示一定要严防，让一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只要日本有一点动作，俄军将做好一级战斗准备。